When there's light, shadow lurks and fear reigns. Yet by the blade of knights, mankind's was given hope.欢迎大家翻到嚟新一集嘅动漫战队，咁啊今日63集啦，咁啊都又隔咗两个星期啦，咁啊翻嚟啦，系啊，咁但系喺我哋讲我哋今日要讲嘅作品之前咧，我哋就要讲啲台务嘅，系，咁大家有留意我哋嘅网页啊，我哋嘅Facebook 嘅群组咧，都发过我哋嘅 logo 同埋嘅Facebook 的 background 都轉了顏色啦，係啦，應該話喺節目出街的嗰一兩日，應該都仲係用緊嗰 set 嘅 banner 或者 logo 啦。咁都因為近嚟香港就有啲都唔係幾開心嘅事發生咗，咁相信大家知道我講緊邊一單嘅啦。咁但係有關嗰一單新聞詳情就應該留翻老領先講啦。係啦，咁不過喺依度就叫做獻上我哋。即係對一眾消防員的一份敬意啦，真係非常感激，亦都希望唔會再有呢類事發生啦。係啦，希望一切平安啦。係咁啊，講翻大家聽到一開始嘅色通有少少唔同啦，就唔好以為我哋轉咗節目去聽嗰啲外國台啊，甚至係即係乜要我哋兩個去做外國節目啊？揾即係應該好少少嘅，叫我講曬英文成程應該會出事。我都唔得㗎，你大家可能一開始都聽到，哇！點解一把聲講英文咁難聽咁樣？唔好講呢啲。咁啊，今日就諗翻好似動漫戰隊都應該係第一轉得兩個人嚟開麥啊。咁、啊，有我啦，大王啦，係藍框，係啦，咁我哋兩個啦。因為之前即係叫做開完麥，但係整整下其他人唔得閒，要開到一半走先，咁得翻我哋兩個傾都試過啊。係啊，即係好似係，算啦，大家知邊集嘅啦，講唔講邊集？係啦，咁其實又唔大問題嘅，咁但係真係淨係兩個人去開一集戰隊，就諗翻應該真係今次啦。咁、因為呢套作品就特攝啦。但係有睇到嘅，咁相信喺個地台入邊應該就淨係得我兩個。係啊，即係因為依套特攝都比較點講，係偏滿咧。好偏滿嘅，其實我覺得，即係有時至少你好難朝早10點擺出嚟播啊。係啊，你或者甚至乎無線買咗嘅啊，佢講 TVB 買咗你，你叫晏晝11點播佢嗰頂硬嘢嘅。唔係，就算第一集啊，佢播頭3分鐘就要放喺11:30播，佢都俾人投訴啊。有播過咁樣？唔係，即係我話如果啊，即係你諗翻第一集佢頭5分鐘嘅嘢係出喺普通嘅電視台出唔到街。呢套嘢應該俾人剪到成語動畫廊咁嘅長度，我驚會咁啊！就係特攝作品《牙狼》啦。咁今日我哋主要就係講第一季同第二季嘅，即係第一季就咁叫做《牙狼加狼》啦。咁而第二季就有個副題叫《魔界閃騎》啦。咁當然佢其實係英文字典拼喺度嘅。咁呢個《魔界閃騎》都係大家叫做拼翻出嚟啫，咁講有一啲會譯做魔界戰記，亦都有啦，係啦，唔同譯名都有啦。咁今日我主要就係講呢兩季作品嘅，因為牙狼而家其實都已經特攝版啦，就出咗5季啦，跟住再加埋最新嘅魔界列傳，如果你都計係多一季嘅，咁就再多一 set 啦。咁仲未計啲 OVA 啊，未計啲劇場版，其實都已經係一個build up 咗嘅系列啦，而講佢搞下都搞10年啦，今年都10周年啦，而加埋除咗頭先大王所講嘅 OVA 啊，都亦都去咗另一個方向，就係都出咗2季動畫嘅。嗯，冇錯啦。係啊，咁啊，分別就係《炎之黑刃》同《紅蓮之月》啦。係啊，咁如果聽我哋新番都知，我哋對呢兩套嘢嘅唔同嘅評價啦。係啦，咁有機會就應該呢兩套都會想講。係啦，咁啊，《炎之黑刃》就唔會咁快講住啦，因為套劇場版其實有套劇場版未得睇住。咁如果你要講《炎之黑刃》，應該要留埋劇場版先嘅。反而《紅蓮之月》咧，我就留名跟進嘅啦。啊，呢套嘢應該都冇機會出劇場版嘅，估喺度。喂，咁啊，我都見到有聽眾即係喺知道我今集講牙狼嗰陣啦，都講咗一句啦。喂，大王，你唔好講嗰下唔想走咗去爆《紅蓮之月》喎。咁我就啊，聽你説話嚇，唔講住。唔係你呢位聽，如果有聽嘅聽眾咧，都你放心啦，大王一定會俾足100%力，再儲氣做多一集嘅。咁啊，唔使擔心。
擔心嘅。啊，草氣啊嘛，元氣彈嘛。咁啊，今日講牙狼。咁其實呢個系列就叫做係，梗係由第一季開始啦。你好難講話呢系列係由第三季開始，咪有啲奇怪嚇。咁啊，要講係製作班底先啦。咁其實最主要嘅嗰一個名，咁我哋之前講。電腦黑魔嗰集都提過啦，就宇宮慶太啦，係啦。之前講電腦奇俠嗰時都介紹過宇宮慶太喺做特攝方面，佢一個好為人所熟悉嘅地方就係佢所做嘅設定啦，做嘅設計啦，甚至美術啦，即係佢嗰種風格喺當年1995年嗰套電影電腦黑魔就好表現到嘅。咁去到嚟依個牙狼系列咧，佢除咗將佢嗰套咁嘅設計觀同世界觀帶落嚟之外咧，佢喺編劇同埋故事方面，我諗佢都俾咗唔少意見落去嘅。係，因為而家睇翻原作都係計係宇宮慶太嘅，所以基本上就可能同其他特攝作品有啲唔同啦。好多時係監製嗰、那個或者監督嗰、那個，其實喺特攝入邊咪應該係特攝世界啦，咪叫做個名係稍為會放翻低啲嘅。即係你高達都會好記得，例如 Double O 係阿水島精二去做監製嘅，跟住就阿黑田就去派便當同埋寫劇本嘅。咁去到孤兒仔，你要記得係長者龍樹同江田磨利。但係特攝好多時大家就淨係會記得個劇本，因為都話。例如在東映的制度上，那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是不是這樣，很多時候是個劇本那個話事的能力很高的，那個權力很大的，現在監督就是執行他那個劇本，但是牙狼今次就見到，因為原作都是他啦，所以基本上他一手包辦下去，即是他監即是頭兩季啦，至少他監督啊，去做設定啊，原作啊，做美術啊，各方面都是由他去即是叫帶領啦。啊，如果講翻阿宇宮，其實舊少少，冇記錯，無面超人 Black 嗰陣，佢都有做設定嗰啲噶嘛，所以都入邊有些少見到佢嗰啲型嘅影子出嚟啦。咁啊，你見到即係好似白老火啊。電腦黑魔咁樣就係佢都幾多佢風格嘅設計就表現曬出嚟，咁而牙狼就可以話係開花結果之作啦。咁甚至可以提下其他嘅導演，例如呢個環山城啊，好緊要啊，金田龍啊，甚至其他嘅導演咧喺呢套劇都build up 咗唔少嘅氣氛啊，甚至每一集做出嚟一連貫性都唔錯嘅。係咁另一樣嘢我想提，可能我哋之後都會再講多啲，就係佢做依個 CG 同 VF 所謂 VFX 啦，就係 Olympus Japan 啦。其實如果以當年2005年嘅技巧嚟講咧，算係唔錯嘅。因為 S 一即係第一季啦，其實係2005年嘅事嚟嘅，就數翻而家咁都。即係十年有多啦，好似頭先咁講。咁你計翻嗰陣嚟講，無論皮套啊，定係啲打鬥啊，還是係啲即係 VFX， 其實都真係超水準之作嚟，可以話。咁同埋另一方面要提一提就係、可能睇特攝，大部分嘅動漫迷都會記起東映啦。咁都係無面超人啊，同埋好似圓谷啊或者東寶咁之類啦。係啦，好似仲有一啲獨立嘅公司，好似當年做Fire Rescue 啊，嗰啲都唔係依兩間大嘅公司嘅。咁但係而家牙狼咧都係一間獨立嘅公司，就係東北新社啦。咁而東北新社其實喺即係。點講喺名氣上面啦，可能並冇東影啊嗰啲咁，冇佢我嗰幾間咁大啦，所以嗰時就好似會有三大巨頭咁啊，特攝嗰方面個感覺。咁但係東北就叫做係算唔算新興啲咧？可以話佢係睇落佢走嘅方向同東影好唔同啊！東影全部合家歡啫嘛，咁有黑暗過嘅，有黑暗過嘅，但係你都係喺蒙超嗰度。頂多咪見個主角啊，喺個手度流下血咯。你唔好似牙狼咁，真係爆曬張啊！唔會斷手咯，或者咁講，係咯，係咯。咁啊，叫做佢就走另一條路線啦，或者再簡單啲嚟講啦，東北新社佢而家特攝嗰種風格就係走深夜風啦，即係其他啲頭先講東寶啊、東影啊，還是係圓谷，朝頭早播 OK 嘅。你就算 TBB 啊，或者其他電視台香港買翻嚟，朝頭早11點啊，朝頭早10點啊，或者晏晝5點播咧 ，OK 冇事，唔使俾人投訴嘅。嗱，雖然有套鹹超以前俾人投訴過啊嚇，不過就唔今日講啦。咁啊，牙狼，坦白講，你喺香港隨時你就算擺深夜12點後播都俾人投訴過，嗨嗨嘅應該。咁啊，呢個就叫做係佢
走一個獨特風格啦。咁啊，製作班底咪到講到呢度先，跟間先再慢慢提翻佢哋啲啊事蹟出嚟啦。咁而家應該就要講下個世界觀設定，因為對牙狼嚟講，佢個世界觀係幾緊要嘅。你好似去翻鹹蛋超人咁，大家記得就係M78星雲之類啊嘛，即係嚟自宇宙嘅宇宙警備隊啦。咁而無面超人咧，坦白講就係較為超和都可能叫做從係好似一個世界咁樣啦，但每次有個唔同嘅組織出嚟搞事之類啦。咁其實個設定上又後期啦，就好似慢慢唔係話叫做一個設定可以通用曬噶嘛。但係而家牙狼直情係 set 咗世界觀係咁多個 season， 差唔多連埋係兩套動畫版都係用嗰個世界觀設定啦。咁就係喺呢個世界上面就人會有陰我啦，所謂就係、是、啲人叫做你內心嘅黑暗啊，或者啲過分嘅執著執念。咁你當有呢啲叫做陰我喺度存在咧，就會有一種妖怪叫做 Hola 啦，咁普遍會譯做霍拉啦，而家會譯，咁亦都有一啲會寫做火羅啦，咁呢個譯名都而家有人拗緊嘅，有啲 fans 拗緊嘅，咁而呢一啲 Hola 咧，就係、是、會叫做侵蝕咗或者借你呢個陰王而上咗你身，而上咗你身嗰瞬間，其實你作為一個人就已經死咗噶啦，你嘅身體就淨係俾嗰只 Hola 佔領咗。咁而為咗要去斬殺呢啲 Hola 啦，所以喺咁多年嚟，即係佢應該係寫過由古代開始到而家，就有魔界騎士就會去斬殺呢一啲嘅 Hola 啦。佢哋嘅任務就係作為守護者，守護者嘅意思就係佢哋淨係會守護人，係會斬殺呢啲 Hola 去守護人。佢哋係唔可以係 judge 人類世界嘅嘢，即係你唔可以見到有個人好賤格。好樣衰衰成個啊啲高官咁嘅樣，你一刀斬落去，惡即斬，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咁而除咗魔界騎士之外，就仲有魔界法師啦。魔界法師就可以話都係非常之強嘅戰鬥力，但係就唔佢係用魔法啦，或者係用魔法筆啦。而魔界騎士主要就係用魔道劍啦。咁呢魔道劍甚至乎都係要有鍛鍊有素先拎得起。咁呢個係有一個好基本嘅設定。甚至是在故事里面第一季他都提魔界法师是比较注重是 support 的角色的、嗯、都是做一些道具、啊、或者要魔法、啊、而魔界骑士就是在前线上斩杀这个 Hola、啊嗯而在这个设定最重要也都是这个牙狼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魔界騎士咧係可以穿上一套海甲嘅，係好似你當係召喚啦，而召喚海甲咧就有依個時限嘅，就係99.9秒啦。咁同埋穿上依個海甲之後咧係會戰鬥力大增啦。嗯、另一方面就係佢副甲咧亦都係專門係對付依個 Hora 嘅，咁就算 Hora 接摸到佢個副海甲咧，佢都會燒灼啊，甚至受傷咁樣。而佢一召喚嗰陣係連佢嘅武器都會變埋做嗰套海甲嘅嗰把劍啊、斧頭之類啦。咁召喚方法例如主角就係攞把劍向天撩一個圈，然後就召咗套甲落嚟啦。咁而頭先都講過啦，海甲係有99.9秒嘅時限噶嘛。只要過咗呢一個時限咧，就會暴走噶啦，就會俾嗰套甲嘅魔力佔領咗個人，咁就會叫做心滅獸身啦。咁跟住就會變咗成隻野獸咁喺度走噶。咁而解決方法就係要喺佢腰嘅嗰個徽號上面揾把劍篤翻落去啦，即係插落去啦。因為佢都設定過，其實所謂呢套海甲都係由魔界嘅物品製造出嚟。係。咁所以係作為一把雙面刃啊，即係你。可以用嚟斬殺 Hora， 但係如果你用得太耐，亦都會俾魔界嘅黑暗氣息去侵蝕翻咁樣啦。咁、而另一個比較即係點講啊，比較有趣嘅設定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完善嘅系統啊、嗯。即係佢哋唔係獨行俠，即係話好似拉打咁即係一個對幾十個。啊、即係佢中意自己去邊度打怪就邊度打怪啦。其實佢係一個指揮系統啦，即係所謂佢哋嘅有上司啊，佢叫做番犬鎖啦。係啦，咁簡單嚟講，你當係你 Mon Hunt 去接任嘅嗰個地方啦。咁入到去就會有啲神官啊之類咁喺度，就會
同你講話，而家喺邊度有乜嘢妖怪出現，你就要過去嗰度做呢個任務，去斬殺嗰只妖怪。咁、變咗佢有個幾完善嘅即係系統啦，即係上面有翻轉鎖啦，翻轉鎖 under 佢就有魔界騎士啦、魔界法師啦。咁而佢個世界觀設定係唔同地方有唔同翻轉鎖，有唔同嘅騎士駐守唔同地方，甚至去到第二季，佢都直情再擴大，直情話有元老院啊，甚至一啲更大嘅幕後組織啊，咁去管理曬啲魔界騎士啊，甚至佢哋有好完善，由細個開始點樣訓練啊，入面嘅故事都好講佢哋家族嘅遺傳啊、傳承啊，因為套海甲通常係一代傳一代嘅，亦都會有佢哋一啲規則啊，甚至講翻另一啲設定，就係話你魔界騎士嘅服裝啊，佢哋嘅佢用嘅道具啦，即係例如佢哋會帶個火機啊，個火機點咗一個綠色嘅火就叫魔道火啦，就係你唔知嗰個人係唔係變俾 Hola 上咗身嘅，就要喺佢隻眼前面，因為塊面應該喺面前啦，就點嗰個打火機。如果是 Hola 咧，就會照到隻眼入邊有啲魔咒喺度，有啲紋喺度噶啦。咁佢嗰啲火機都，咁除咗火機啦，咁佢仲有一啲所謂魔道輪啦。就例如主角會戴住隻戒指，隻戒指就會係有魔力嘅，就會將佢每個月嘅一日嘅生命就用咗嚟做糧食啦。但呢隻戒指你當就唔係有啲似雷神嘅就感覺係 keep 住喺個街住主角咁噶嘛。佢直情係好似 Wiki 咁樣噶。即係同你講，依只 Horror 係點樣啊？你要點打佢啊？即係話喂，唔掂乜光啊，走佬啊，唔好打住啊，撇啦、啊！作為一個魔界騎士嘅輔助啦，即係近身侍衛啦，你當，因為喺片集裏邊都成日救咗各唔同角色都幾多條命噶啦。係啊，即係每個騎士佢隨身嘅嗰個魔道輪其實係會幫咗好多嘢咯。咁佢就係一個。有咁多設定 set 定咗喺度嘅一個作品咯，咁佢啲設定入邊其實仲有好多嘅，即係例如可能話啲劍用得太耐就會有啲魔氣佔咗上面，咁定期要淨化啲劍啊。咁當然有一啲設定，我有時都覺得可能微微後設啦，但係你又唔會有種感覺覺得你玩曬啦，你而家 set 出嚟，即係唔會好似網王嗰啲 set 個咩忘我境界咁嗰啲，佢唔會咁樣嘅，全部設定你都覺得係 set 得幾 smooth 同埋。又未至於要去到你背曬全部嘢先睇得嘅，你係一路睇佢一路慢慢講啲設定俾你聽，你慢慢知佢個世界觀係點 set 落去，就唔會話開頭就好大個資訊量要塞你記曬先至睇得咯，就唔會有一樣嘢嘅。都表達到我哋之前講過《與公慶太》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佢設定同埋佢設計啲嘢係好仔細。即係例如你無論魔道輪嘅精細度啊，甚至佢主角同埋其他角色嘅服裝嘅統一啦、魔界法師用嘅道具啊，你嗰啲都睇得哇，真係好細緻，亦都設計得好統一嘅。係，佢好有心去諗曬全部嘢出嚟咯，就唔會話好似是但諗咗嚿嘢，跟住就左貼即係左搭右搭，是但入去。開個道具倉諗下，咦有咩剩喺度啊？水桶啊，攞出去試下唔知點用咧，就唔會有呢個 feel 咯。咁所以係睇得出幾有心機，所以我都少可地係講到作品之前要講下佢個設定同世界觀啦。因為你一開場咧，你嗰啲開場嘅文字啊、背景嗰啲水彩畫。是由第一季去到而家最新的嘅嗰季都是用翻嗰啲咁嘅風格嘅。咁而佢個美術風嘅設定係幾得意添嘅，可以話係幾亞洲扣歐洲嘅，即係例如佢好似啲魔界騎士，可能套甲係好有西洋騎士 feel 啊，但係佢收劍嗰下，你會見到係用東洋式去收武士刀，好似劍心嗰班咁樣咧，收翻落鞘嘅。咁呢啲位係幾得意啦。咁不過留翻陣間先再講落去啦，因為好多可能講某啲位再提出嚟啦。咁而家應該要講下其實亞郎咁都講咗佢世界觀係點啦，設定係點啦。個故仔其實乜嘅咧？咁其實第一季嘅故事咧都好簡單嘅，咁一開始咧都係集中講翻依個所謂傳說中嘅黃金騎士嘅繼承人啦，依個牙島鋼牙。因為佢入邊話騎士淨係得一個人係可以擁有黃金騎士嘅稱號啊，咁就係講主角啦。
咁佢就都係好似頭先咁講，就係一個魔界騎士就專門斬殺 Horror 啦。咁喺一開始嘅劇情就遇到女主角，女主角就係呢個魚月香啦，就係一個好普通嘅畫家。有啲會譯小香，有啲會譯小芬咯，因為佢嗰個叫卡奧林啊，咁所以個字其實同四月嗰個差唔多，都係卡奧林咯。係啦，咁有一次就好偶然呢個女主角就遇到一隻 Horror，就上咗一個畫館嘅館主啦。咁就上咗佢身就挟持咗佢，咁亦都遇到男主角就斬殺咗隻 Horror，但係好唔好彩咧，隻 Horror 嘅血咧就沾咗上女主角嘅身上面。咁而沾咗血嘅普通人咧係會100日內就會死，而死得好慘好痛苦嘅。係，冇確實點講咯，但係當佢係人體自然啦，人體爆炸咁嗰只 feel 應該係。冇錯啦，咁所以一開場咧阿鋼牙係想一下就斬殺咗佢嘅，但係點知女主角暈咗咧，佢又無啦啦又改變主意，就話因為沾咗血嘅普通人咧係會特別吸引到其他 horror 嘅，咁所以佢就話諗住一開始用佢做利啦，就開展咗呢個故事啦。其實個設定都幾王道嘅，只可以講又係一個弱氣女主角遇嗰個型到爆 man 到爆嘅男主角咁款咯，幾入係。特攝的 feel 其實，我覺得我嗰時嘅呢套嘢其實啲設定嘅古仔嘅口味咧，其實幾經典嘅，只可以講，即係幾多舊特攝迷會睇得落，睇得舒服咯。咁而淨係講下女主角遇到個好勁嘅男主角啦。咁男主角整整下其實係想揾方法去救佢嘅。咁啊，當然講到呢個，其實大家估到之後，梗係有辦法救咗佢啦。咁但係呢個古仔其實就第一季唔淨止係講下鋼牙嘅。咁佢甚至乎係講阿鋼牙係有另一條線收埋咗喺度嘅，就有講佢其實係黃金騎士嘅繼任人啦，即係佢之前係有另一位啦，咁就係佢阿爸，就係牙島大河啦。咁而做嘅嗰位演員就係以前做蒂娜嗰陣嘅隊長啦，或者佢係喺電王嘅劇場版做牙王嘅嗰位演員做嘅，咁都幾型嘅。咁佢就係講細個其實阿鋼牙就係、是。跟住佢爸爸周圍去，咁然後就係見即係當係好似實習咁睇佢爸爸斬怪啦。咁有一次佢爸爸係出去要同一個人決鬥，咁嗰個就係佢嘅徒弟。佢徒弟個就咁叫咧叫巴拿哥。咁我見有啲人亦叫玄悟啦。我諗佢應該係啲英文或者拼音譯名譯出嚟嘅。佢係中意玩呢啲。係啦，中意玩呢啲嘅。咁而嗰次嘅戰鬥入面，咁啊鋼牙趌咗出嚟啦。咁因為其實阿玄悟其實都好好抽嘅，已經係魔化咗嘅一個魔界騎士啦。咁最尾佢係一掌插穿咗黃金騎士，即係阿大河嘅身體啦。咁而大河就臨死之前就再用佢牙囊上面其中一個喺手臂嗰度有個爪噶嘛，用嗰個爪喺佢塊面度拖咗傷痕出嚟嘅。咁甚至話以後呢個傷痕都會跟住佢之類。甚至佢嗰時係話，其實佢做呢個傷都預咗阿巴拿哥係會死，短期內死噶啦。有啲似打 RPG game 嗰啲死之詛咒嗰只 feel。類似啦。咁鋼牙就好內疚，就係因為點解佢會俾人插死咧？就係因為阿鋼牙諗住衝出嚟幫佢老豆嘅，咁點知就係因為俾人想斬佢嗰時咧，阿大河就衝出嚟用身擋住佢個仔。咁佢一路以嚟咧都好怪責自己啊，點解唔夠強？所以都一直訓練啦，就變成可以真係承繼個牙狼稱號嘅魔界騎士。佢嗰段仲要係寫啲畫面交代得幾好啊！佢係講佢阿爸即係大河啦，咁嗰把劍就跌咗喺度啦。咁因為話你唔係嗰個繼任人，或者你唔係做魔界騎士嘅材料，你未訓練過，未做到去嗰個 level 嘅，你係拎唔起把劍噶嘛？咁佢甚至乎係話整到揾只吊雞上吊把劍上都吊唔到噶嘛，因為佢用咗嗰只叫雲鋼嘅一隻金，即係嗰啲咁嘅特殊物質去整。咁而就係影阿鋼牙由細細個慢慢練到大，到最尾就變埋大個嗰個演員嘅嗰個樣啦。然後就終於拎起個把劍就做咗黃金騎士，咁就叫做呢個係講佢嘅過去啦。咁而頭先所講嘅嗰個徒弟啦，阿玄悟啦，其實佢就後嚟又變咗做暗黑騎士啦。咁呢個暗黑騎士甚至嗰個連住另一個主角嘅故事嘅。咁另外主角就係梁一玲啦。
咁梁一玲就係、是另一邊，即係我哋頭先講過會有唔同、地域嘅魔界騎士啦。咁、啊鋼牙就係東邊啦、而阿玲就係西邊嘅、即係所謂最強嘅騎士啦，斬走嗰度嘅騎士咯。亦都係、家族遺傳嘅，佢就話佢阿爸當年、都係繼承咗呢個所謂 Zero， 即係銀牙騎士啦，騎士啦，佢銀色嘅甲啊，係啦。咁佢點解要過嚟東邊揾阿鋼牙呢？就是、因為佢家族咧係俾一個佢見唔到樣嘅騎士咧就屠殺曬嘅，連佢女有婚約嘅女朋友咧都俾嗰位騎士殺死咗嘅。係，咁佢而且見到個騎士嘅外形係非常之似黃金騎士啊，所以佢就成日覺得係黃金騎士殺咗佢嘅家族嘅。咁佢嚟其實係尋仇啊，最初係。但係當然最尾查佢其實嗰個就係佢哋嘅宿敵啦，即係最後大佬啦。咁叫做初初前段就阿鋼牙要做嘅事有兩件啦。第一件事就係揾辦法要去救阿卡奧利啦。咁第二件事就係阿玲會過嚟尋仇。咁佢兩個一來又要作為騎士要去斬怪啦，但二來其實兩個騎士係初初有啲芥蒂係要打嘅。咁而且佢發覺開始番犬所俾佢兩個命令咧。就係越嚟越奇怪嘅，甚至乎師哥係俾個命令就話：你嘅兩個騎士其實騎士梗係唔可以私鬥嘅，而家你兩個就要去執行一個任務。呢個任務你就喺咩某個時段、某個時間，你就喺一個地方指定地方集合，然後就入去某空間個斬入邊嘅霍拉。但係發覺入到去嗰個數量係多到其實預咗佢兩個會死嘅。咁佢兩個開始又sense 到係個番犬所開始俾緊一啲想害佢的命令啦，咁变咗呢个故事前半段其实就 keep 住系讲紧呢几件事咯。咁甚至阿玲出嚟嗰阵都赖翻去阿香嗰边嘅剧情啦，就话其实佢见到佢就系想用佢嚟都系引啊鋼牙同佢打啊，但系最尾发觉佢又系沾咗 Horror 嘅血啊，就又想可能啊睇系咪救唔救佢咧，定系点咧？咁最尾一路带到去啊，原来东边番犬所原来都系个黑暗骑士嘅手下嚟嘅，都系拜佢作为依、這个想吸晒啲 Horror 而去召唤一个所谓上古嘅魔兽仔。嗰最尾大佬啦、而黑暗騎士為咗去召喚呢個上古 Horror 咧，亦都捉埋女主角，就話原來啊，女主角一路以嚟喺前十幾集都揾嗰個心理醫生咧，呢、這個龍騎咧就係、是、嗰個元五啦。係而最尾佢都捉咗呢、這個阿香咧，就因為佢好細個嗰陣咧，就已經將一個刻印刻咗喺女主角身上。所以女主角依 part 幾慘嘅。前半就是沾了 Horror 血，然後就說會死得很慘，人體爆炸那款，到鋼牙很感人地找到一個方法，其實都挺王道的、總之是找到方法就救了卡奧利，他就解了這個魔咒，而跟住轉頭我哋講，其實咧佢細細個俾人植入咗另一個魔咒嘅，就係呢個魔咒都幾恐怖添嘅，係話到嗰、那個最後大佬嗰、那個即係叫上古魔獸會復活之際啦，就喺佢條頸度個黑紋，差唔多條頸度會爆開個頭，然後就成個魔獸就吸咗喺身體啊之類咁樣出嚟噶嘛，即係用佢做製品噶嘛。咁其實女主角 keep 住成套都係好一般特攝女主角嘅功用啦，就係負責俾人捉啦，或者俾人害啦，或者男主角要救嘅對象啦。係啦，咁到最尾都係一般嘅王道劇情，就不停咁打啦。咁由尾二個集一路打到最尾個集，就衝入去想救個女主角。就最尾系真系成功召唤到嘅，召唤到只上古魔兽出嚟，但系黑暗骑士咧就可以话俾只上古魔兽玩咗，就话其实我唔会附喺你嘅身上，唔会俾你吸食，其实我只系揾你过桥我出嚟嘅啫，咁就吞食咗呢个元五啦，咁最尾就系阿鋼牙咧就入呢个魔界，就要阻止只上古魔兽就出由魔界去到人间，咁最尾都系大团结局啦，就用尽方法系咯咩咯，叫做首先系打赢咗嗰只上古魔兽啦，打完之后其实俾佢吸咗嘅暗黑骑士都再出现翻啦，跟住同暗黑骑士都系。叫咗最尾嗰集再打咯，勁嘅。其實最尾嗰段嘅劇情尾段係
冇停過，咁就係狂打落去。而到最尾打暗黑騎士嗰幕嘅動作，可以話係好癲嘅。係劇場版嘅質素嚟嘅。係，即係首先嗰幕其實基本上係違反力學嘅。咁但係佢入邊啲打鬥其實首先牙狼入邊好多時會吊威亞吊得好勁啦，即係啲人一跳起，即係個威亞一索就可能跳咗上二樓嘅。咁係非常誇張，咁而入面打鬥係未變身之前啲演員自己都要打得好勁啦，所以可能睇翻東映嗰邊啦，拉打其實大家而家知道潛規則就係佢未變身，其實係未正式打噶嘛，你係見佢變咗身先至叫做打戲開始噶嘛。甚至一啲演員咧，係喺東影嗰邊係，如果冇變身都冇乜動作噶。係啊，係啊，你係去翻牙狼咧，阿小西療生咧，同埋其他嗰幾位，甚至女角咧，都要親身上陣打，都起碼打幾分鐘至十分鐘。因為個海鴿就有99.9秒嘅設定嘛，所以佢哋係必要時或者決勝負嗰一瞬間先召個海鴿出嚟嘅。咁呢個都可以話係牙狼系列嘅特色嚟嘅，但系虽然我哋略略已经讲晒第一季嘅故事啦，但系其实大家去睇咧都唔怕，我哋好似话我哋讲晒就唔去睇嘅，因为除咗呢个主线故事之外咧，每一集本身都系一个小小嘅单元故事嚟嘅，即系可能佢每一集嘅 horror 本身佢附上身嘅人啊，可能有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啊，甚至阿钢牙点样对付佢哋啊，每集嘅尝试个方向都好唔同，同埋佢嗰啲位置都试得好多嘢添。咁即系例如呢、這个我唔记得第一季第二季，可能我记错，叫做每集单元嘅劇情啦。有时佢玩嘅方法嚟系有只 horror 系好中意赌钱嘅。咁阿小西即系阿鋼牙啦，主角咁就要系去參加賭局啦。咁個賭局又唔會做到賭神咁款，你唔會笑嘅。你 feel 到佢個賭局面真係鬥緊腦，佢 keep 住去諗究竟邊個人係柯南，要揾嗰人出嚟嘅。咁有時就甚至有其他啲嘅單元可能嚟自第二季啦。咁就可能阿玲要去面對嘅一啲事啊，或者遇到一啲俾柯南附身嘅人啦。咁其實嗰啲故事有時係入面反映咗其他嘢出嚟，即係有啲嘢想表達。例如佢表達啲人係對某啲事執著到，其實已經嗰個人係本身已經唔似個人。即係例如可能有啲就係會好鍾情要收集一啲靚，即係好好沉迷喺男人，即係個女人好沉迷喺男人一啲美男子度嘅。咁佢原本已經可能做出一啲好變態越軌嘅行為嘅，咁到佢俾柯南附咗身，就直情將某啲美男子變曬立像喺度嘅。咁其實啲橋段係幾恐怖添，有時係可能係冇乜嘢特別血腥場面，但係會睇到你個人好心寒。而相反嚟講，有一啲故事係比較你一般特攝唔會見到，就係講一啲感情嘢，甚至頭先我哋講咗一啲好貪真痴啦，但係其實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你由愛先生恨噶嘛。佢入邊都會有講一啲普通人就係因為太愛一樣嘢，甚至佢去痴迷一樣嘢而令到 horror 上咗身，亦都由變成悲劇啦。好似第一季有一個我比較深刻印象就係話，佢有一個女仔，佢男朋友因為車禍而喪咗生啦，而之後佢就好貪戀一樣嘢，就係話佢好想記起翻佢男朋友，所以佢不停咁殺人。殺人就係點咧？佢想攞一啲好靚嘅手指，因為佢男朋友以前係彈琴嘅，佢好想收走啲手指，令到佢覺得同佢男朋友仲喺一齊，即係好想見翻啲好靚嘅手指咯。咁講係。而最尾就係因為咁俾 Horror 上咗身，而 Horror 個表現就係話佢一邊手就係表達佢係佢男朋友啦，而另一邊嘅手就係表達佢同佢男朋友仲喺一齊嘅意思。咁最尾好似我哋咁講，就係魔鏡騎士嘅責任就係斬曬啲 horror， 而最後鋼牙都表達咗一種就係話無可奈何，但係你係 horror， 我就要斬殺你。你雖然係好慘，但係你已經被魔獸吞食咗。即係佢入邊有句，佢入邊有一個重要對白啦。當人被 horror 附身嘅一瞬間啦，其實你已經死咗噶啦，即係你個執念已經令嗰只 horror 上你身，然後殺咗你噶啦。他是想表達人是對某些東西太痴戀太執念的時候可以是很嚴重後果啦。有一些劇情我更加深刻的，但是就在第二季啦，不如休息一陣先啦，陣間回來我們再簡單即可能介紹啲角色也講了啦，一簡單就講一下第二季的故事大概講什麼啦，跟住會講一下深刻劇情的，轉頭回來繼續動漫戰隊啊。